是什么吧。你闹后人吗？这个我闻什么闻着了？王婶儿，不怕不怕。哎呦喂，这是三大体格的，那是跟老子不提的。他好几斤呢？是哦，七八斤可以。但我们这七八斤呢，六斤是什么？最少六斤，七斤左右。这没有啊，称一下嘛。看女孩子好，弄到他家给老子。跟老子把自己给看了。老子傅，你看，三刀给你提块驴到手嘞。老子傅，你看嘛，这三刀给你提价的。啊。你看嘛，这块驴到手重得很，我给弄，把你称大家称搞回来。这驴好重哦，我估计不轻巧。不轻巧。你要称大家嘛？他是提价哪个力气嘞，老子傅？有每年都过得有份，就是啊，那就算每年子都要给你提块的。就是。哎，吃来。耶！7斤半，八斤，7斤半，7斤半，老子不，7斤半这块肉。你三女孩子好，给你提龙大桶。7、8斤，我的天哩！啊，那帮这个，那提个块冰箱可以噶？三女为的龙生的，那可以，那切嘞，那包起可以噶？是的，要的。老师傅，我你提个可以？要的。啊，那提切冻完冰箱。那你们一下都说得好，都好。大家都好，老主婆也好，你们好的，一下都好噻，大家好的嘛，就是。啊，老主婆说，太医都说南京的就没人好。这个路来不难，这个路来乡下如路来冬节慢着吃，一堆吃不完，切成坨坨吃。要的。老师说的好。那骨头要比骨头单独。我喊他明天拿进来，我说的，我受。打电话喊他洗过来，随便没得，他说的，从多远洗过来。这个骨头弄来，敢敷点油来给，怎么子？这大桶不值台的。我给你买了个是那修补轮的。有的，那估计嘛，一阵子可以去，天到黑都可以去啊。晓得。我好弄啊，爸爸。弄不开哦，啊。还弄不开，弄都弄熟了。这个肉都难有。这大骨头嘛，种子啊，种子不是嘛？这个是骨头的嘛，炒稀饭给它熟了。骨头加熟肉。给它熟稀饭。这个肉，这个是无骨肉的骨头切就是。给它熟稀饭好得很，大骨。这个是肥瘦相间。辣的中间位置的，我做的尝。要三大了。菜骨头好。不好啊。放到冰箱头了，是吧？这块冰箱那个气动来加是不是？哦，要的。要的，因为你吃不完，害怕它不能有味。不，这是湿烂了。这就不像其他的了。不用洗啊。那就送东西的好。哎拿过来，这个吃了啥子？炒肉是吧？这是油汁儿的，油汁儿够不够喽？我干的了，要不要？